其实伊是两个戏，吼，一个在讲风都戏嘛，吼，一个在讲电气管的故事。伊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无同的故事，吼，就是讲一个是在讲过去，吼，一个是在讲未来。两地的历史、现在同未来是一个可以相对比同埋联系的地方嚟嘅。呢个故事是讲语言同文化。我叫余导，我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讲这两边的对比落差愈大愈好。哦，一个是较抒情的，啊，一个是淡薄黑色的幽默，所以迄两个基调是完全无同，甚至是音乐两边的歌嘛完全无同款的风格。哦，一边台语歌也是淡薄纳卡西安尼。你搁知影咱的生查某囝？生一个查某囝，参像你。我是平凡的囡仔。哦，香港这边就是安怎讲，九零年代的这种感觉。你变安那看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合作伙了，变作一出戏。我感觉这是这个作品痛特别的这个所在。大家个个喺不同的背景环境里面，不同的角度去睇人的生命同埋信念，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令我感动。眼睛像减白了，反针不再跳。掀开岁月的乌烟，三宝对你不客气啊！乌烟之歌，哦，那是台湾香港的演员爱做伙唱。你要面对文化的消息，这个物件是不止香港，不止台湾，世界所有国家拢，咱共同的一个问题基地。到唱到那个时候，我感觉哇，今仔日伫这百人场吼，伫这剧场吼，你是不分种族、不分国籍。你都会对这件事情来共同感动到。